嗯，你好，美女，你好，我可以跟你问个路吗？可以啊，请问到你的心里怎么走啊？哎，干嘛呢？聊得挺欢呢，笑什么？撩妹啊？你是哪个？撩妹？来这里撩妹啊？高富帅？撩什么富帅？走一边去！撩妹不懂啊，还是高富帅？真的是。走开！大过年的，真的是你撩谁不好？你撩我们家保姆啊？啊，是不是想过年那个女孩子回家过年啊？怎么情况呢？这撩走了谁给我做饭？啊，撩谁不好？你撩我家保姆？什么段位不想？这不知道啊？啊，不想做了是不是？笑什么？下车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老板，哎，这三张机怎么卖？4块钱一斤，要5块。人家都卖3块，不过没事，你只要够挣的话，给我挣2斤吧。我这种肯定够挣的。差不多了，哎，绝对够挣的。我是买给人家的，要够挣啊。肯定够挣的，你放心啊，这块，哎，多了一点点了啊，你看，多了一点点啊，来，多一点点够挣啊，绝对够，真的够挣这块啊，嗯，哎，少了一点了。放个小一点呗，显示信号。哎，又是多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多了，是不是？多了。你操！救命！算了，这个陈皮给你了，给你这个样了，这个带皮的这块啊，什么那个陈皮？行了，刚好够。来，2斤8块。算皮怎么不算呢？你不带着皮的吗？你说这种你不算，你是说这种，人家想要的不卖这块。冰冰啊，这水晶都快被别人打了。说是怎么了？你还有心情再去玩手机？你真的是真的，嚯、哦！你一天天的，你招就为你招多少心呢、啊？嗯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现在有2个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一个好消息，你先听2个消息。那我先听坏消息吧。坏消息，你可坏了这个消息，你那个女朋友跟那个卡坤走了，私奔去了。Oh no！ 他们不是说去旅游吗？怎么就私奔了？嚯、哦，旅游我不这块我就不知道了这块啊。那还有个好消息是什么？好消息啊！嗯，好消息，来跟我来，走一趟。嗯，听好，你刚刚那个台词再念一遍，老板。什么台词？就是刚刚你那个台词。哦，我说好消息，香蕉2块，橘子2块，好不好？干嘛干？这就是好消息啊！对啊，要不要来点？啊，不要了。对，然后你们搞什么乱呢？林子啊，嗯，这说这准备过年了，你怎么还不找个男朋友一起回去过年呢？这块啊，找不到啊？怎么会找不到呢？你说这种你找不到，真的是。你看啊，男人分两种、嗯、有女朋友跟没女朋友的。有女朋友呢我不敢去撩。那肯定啊，有女朋友你怎么要，真的是。你找一个没有女朋友的就可以了吗？你像我这种的。像你这种的嗯。那不行，别人不要的我也不要。别人不要的我也不要。嚯、哦。不要就不要，以后想要我的量得不到，真的是。还不要乱插这块啊。